高雄英语行动车是由一位外籍教学人员负责教学，让巡回学校学生能够体验与外籍教学人员互动的乐趣，以一周服务一校的方式扩展双语教育资源效益。偏乡的小孩子也可以实地接触到外师，而且有最新的科技，包括我们 VR 的头盔。那我们预计这辆行动英语车可以服务到我们大约偏乡有15000个小孩子，所以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透过这行动英语车，我们就把这个双语教育，把这个国际教育能够再往前更推进一大步。在这座行动教室上，也带入结合科技英语学习资源，透过 VR 头盔里的英语学习软体，以在地场景与贴近生活应用的教学课程，从探索游戏中学习单字，让孩子不再害怕开口说英语。今天是第一天上课，我觉得他们一点害羞，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想要学英文。我觉得虽然身在偏乡，但是有这样子的资源让我感到很幸福，因为可以跟外师互动，然后还可以玩小游戏，还会有 VR 让你体验。我们在里面可以录音，录不好也可以重录。这样子的活动能让小孩子提升对英文的兴趣。高雄英语行动车将会优先巡回服务偏乡与尚未有外师教学资源的行政区学校，让偏乡学生能自然进行英语对话练习，实现国际教育以及补足偏乡英语教育资源。I can speak English. 连接温室和国宝高雄采访报道。